24小时动态血压腕表是一款全面科学管理高血压的医疗产品，通过主动血压监测、家人远程监护、医生全面干预的模式，实现三方联动的主动高血压管理，有效避免心脑血管、肾病、眼部病变等并发症的发生，实现高血压就应一次管到底。正确佩戴，用量尺测量尺骨颈突后方2厘米处的腕围，参考对照表确定表扣。佩戴腕表，注意避免气囊卷曲。检测准备，戴好后，下载诚意健康 APP， 打开手机蓝牙，打开主界面，点击我的检测，点击右上角放大镜的符号，搜索设备，选中同编号的设备，点击添加，点开该设备。这个界面可以看到设备电量等信息，按照需求选择是否开启动态血压。一般情况下，我们选择开启动态血压测量。检测，使用血压腕表监测血压时，应注意保证血压腕表与心脏同高，在准备测量时需将手腕抬高至心脏的高度静息测量。躺卧状态，手腕本身就与心脏同高，因此躺卧状态不需要保持特定动作。数据上传，在完成24小时的监测佩戴后，打开手机蓝牙及诚意健康，打开主界面，选择我的检测，点击设备图标，点击上传，输入基本信息，点击确定，即可完成数据上传。查看报告，打开诚意健康 APP 主界面，点击我的报告，即可查看报告的相关信息，点击右下角查看报告，可以查看具体的医学报告详情页，也可以通过社交软件转发给医生或相关其他人。家人管理，打开诚意健康 APP 主界面，点击个人中心，点开家人管理，此处可以添加亲人账号，填好基础信息后提交即可。